一天到晚热情的掌声，总统好，来祝这个马英九总统身体健康，然后王威远要步步高升啊，因为总统在身体不知道能够升到哪里去，所以他就身体健康就好，他步步高升交给我来，他非常感谢我们马总统的这个很重视我们宗教的一个教化人心的作用，所以呢，从2018-2019年开始呢，每年都在我们一天宫到跟我们的妈祖来上香祈福，也让我们三重呢，因为有这个妈祖教化人心哦。我们刚刚问问局长，我们三重的治安越来越好了哦。阿威尔在这边哦，再次欢迎马前总统莅临我们三重一天宫，阿为我们这个大家来祈福，他也祝福我们马总统身体健康，这个正功康泰。他来很牛嘴嘴哦，但嘴唇的家姓总来给好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太大钱，感谢大家，谢谢。
天上圣母，答对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感谢哈，我们恭喜安马连总统。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